猪的里脊，有着优质的蛋白，刚摘的大葱，好香味带来，甜面酱加香油，味道舌尖徘徊，几张豆片切好备用，拿起美食舞台，家家户户生活好了，做饭也得讲究，不说顿顿大鱼大肉，不过健康无忧，您俩咋就吃上了，我再熬个养生汤，排骨萝卜玉米山药，美味也得健康，养生不光是身体，还得丰富精神，民族复兴离不开，振兴咱们乡村，党带领着人民全面建成小康，全国观众乡村发展，说到美丽家乡，我们迎接着阳光，展望着远方，新的时代新的征程，站上河北村庄，吃饱了喝